乡亲，各位父老乡亲，现在这个特殊时期，赶上万里都还有人在外面闹哈，有的人连口罩都不戴，有的在门口打鸡眼，有的还想要想要到一起打麻将，真是死猪不怕干猪扒，都么子时候了，过瘾的不知死活。不是，再这样，一些老头呢，一点防范意识都没得，你几张力又不正，还不听话，不是个么子，也不能害得别个人。各位乡亲呐，各位乡亲，千万不能出门。哎，摸到讲出去就出去了，老讲出去就在屋里待着了，翘着脚看电视玩手机了。你没看到啊？手不见的医生和护士用生命在替我的保安去，手不见的工作人员在各个楼高守着站，许多的当班干部跑在那地摸不了好了，一脚一脚的去宣传，他这么事呢，就是为了我的大家的安全呢，不是啊？对呀、啊，过年买的几件好看的衣裳，但目前彻底该出了，老个事儿又在玩开了，咱出去上，咱出去闷，咱出去疯的。各位乡亲呐，各位乡亲，再说一遍哈，不要出去，不要出去了。